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睡前瑜伽，可以在晚间好好的放松我们的身心，更好的进入睡眠。好，先双腿跪坐在瑜伽垫上，我们以金刚坐的方式开始今天的几个阴瑜伽的练习。可以轻轻的闭上你的双眼，呼气的时候将双手伸出，身体俯身进入 Child's Pose 婴儿式，在婴儿式稍作停留，观察你的呼吸，可以慢慢加深呼吸，将今天一整天的精力、身体的状态都在此时得到释放。很好，现在将上半身起身，来到 tabletop 四柱支撑，将双腿在身后交叠，右腿跨过左腿相交叉，将重心坐下，进入牛面式。双腿的交叉叠放可能会有一些挑战，观察一下自己的臀部是否两边的臀部重心相等的落在瑜伽垫上，如果不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将左边的膝盖弯曲起来，或者将腾空的臀部下方垫一本书、抱枕都可以。吸气的时候将右手举起，来到身体的后方，左手尝试与右手的手指相结合，进入一个完整的扭面式。如果食指不能够碰在一起，肩膀打开觉得不够，可以用左手举过头顶去帮助右手肘，对我们的肩膀与臀部都非常舒服的拉伸。轻轻的闭上双眼，在原地感觉到身体深层次的拉伸与放松。呼气时解开双手，调整一下身体，再一次来到 tabletop 就可以解开双腿，非常的好。现在来换另外一面，左腿交叠过右腿，同样的方式将重心坐下来，再一次感觉到你臀部的状态，是否需要一定的辅助，可以是毛毯或者是将右腿抬起都可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双腿相叠，感觉到臀部更深层次的拉伸。吸气时左手臂举起来到身后，右手指尝试与左手相连，可以感觉到左右两边的区别。同样的方式，如果食指不能相扣，也可以将右手举起在头顶，帮助左手肘拉伸。轻轻地闭上双眼，慢慢感觉到你加深的呼吸。呼气的时候解开双手，将双腿来到身体的前侧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在每一个体式都好好的停留，好好的享受，调整一下坐在原地的感觉。你可以将左右两边臀部的肉将它拨开，让坐骨直接坐在瑜伽垫上，也让我们的脊柱更容易找到正位的感觉，中立位。现在将双腿微微的打开一点，右脚来到左腿大腿根处，吸气，呼气时俯身，先缓缓的感觉背部是延展的状态，但你也可以将膝盖弯曲，弯曲的同时，我们一直到你觉得舒适的状态，将整个上半身都俯身在腿上，可以将头埋在膝盖上，没有关系，在这里停留，
不需要去纠结什么是正确的体位，最适合你的，你的身体现在感觉最舒适的，就是最正确的。最后一次加深的呼吸，将上半身抬起。我们现在做另外一面，右腿打开一点，左脚来到右腿根处，吸气时双手举过头顶，呼气时双手去找到右脚。以同样的方式，先感觉一下右腿腘绳肌的拉伸，大腿的后侧，也可以将右边的膝盖彻底的弯曲到你舒适的状态，将头埋在膝盖上，手肘落在瑜伽垫上。不用着急，这是今晚你赠予给自己的时间，完完整整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。感知你的身体，也听见你的呼吸。好，吸气时将上半身抬起，收回右腿，双腿简易的交叉，来到 Sukhasana Easy Pose。 先在原地吸气时，左手来到右膝，右手来到身体后方，我们做简易的扭转，眼睛可以看向后方，注意肩膀不要耸起，也不要将重心垮下来，保持身体的正位。在扭转时感觉到给脊柱，给整个背部都有所按摩，有所关照。呼气时回到原位，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方向，加深你的呼吸，可以闭上双眼，只是在原地。每一次的扭转不仅可以按摩到内脏的器官，也可以收缩血液的循环。好，现在回到原位，我们再一次进入桌面时，双手双膝的支撑，此时将右腿来到右手腕的后方，将左腿向后伸出，我们进入到鸽子式 Pigeon Pose。这是一个比较强度的拉伸臀肌与腿部的动作，非常的舒服。在原地观察身体的状态，如果你非常的柔软，可以试着将右腿前方的腿打到90度，但是初学者更建议将右脚朝身体收回。右边的臀部如果翘得比较高的话，可以垫一个瑜伽砖或是抱枕书籍都可以。现在在稳定的重心时，可以弯曲左膝，左手可以去拉住左脚，眼睛可以看看你的脚跟，你的脚底板，感觉到左腿大腿前侧的拉伸，同时还有肩膀非常舒服的拉伸感。在下一次呼气的时候，放开左腿，仍然保持是一条直线的同时，将上半身俯身，如果可以趴在瑜伽垫上，彻底的感觉到你身体的重量与瑜伽垫的贴合。在原地
深深的呼吸。臀部、腿部都有强烈的酸胀感，就是你在柔韧自己的筋骨。再好好照顾自己，好，可以慢慢的、缓缓的将上半身抬起，此时将右腿收回，再一次来到桌面式。我们现在进入左边，将左膝来到左手腕的后方，同时将右腿拉出伸直。可以看到，即使我在练习左边的臀部也有一点点的抬起，如果抬起的比较高，可以垫一些毛巾或者垫瑜伽砖，如果只是一点点，可以继续加强练习。同样的，右手举过身体的后方，拉住右脚，眼睛看向你的右脚，看看你的脚底板，上一次认真的看看自己的双脚是什么时候了。呼气时放松右脚，再一次准备将上半身向下俯身。最后的两三分钟，让额头贴在瑜伽垫上，只是与你的呼吸共存。可以看看现在大脑都在想些什么，是鸽子式，有一点点疼，想放弃吗？没关系，你看见思绪，只是看见它，不需要改变它，但是你仍然在原地。很好，慢慢的抬头，将上半身支撑起来。我们现在以跪坐的方式，以婴儿式的方式进入最后的练习。可以将双手来到身体的两侧，双手甚至可以轻轻地碰到你的双脚。闭上双眼，在原地。现在感觉到心情的平复，更多的放松，为今晚的睡眠做好了心理与身体上的准备，将会得到更宁静、更深层的休息。在原地可以慢慢的挪动一下你的额头，在瑜伽垫上左右的摩擦，感觉到重量，按摩一下你的眉心，你的大脑，他忙碌了一天，现在是休息的时刻了。很好，慢慢将身体抬起，再一次回到金刚坐，双手合十 Namaste。 我是 Alison， 谢谢你今天的练习，祝你有个好梦，今晚睡个好觉哦，我们下次见。